杨洁薇终于等到谭咏麟求婚，她兴高采烈地把自己嫁了，哪怕没有婚纱，没有钻戒，只有一张结婚证，她也毫无怨言。婚后谭咏麟发行专辑《忘不了您》，专辑卖到脱销，谭咏麟彻底成为乐坛天王，在红磡体育馆一连举办六场演唱会，场场爆满，座无虚席。谭咏麟此后三年连续蝉联最受欢迎男歌手，被称为全港唱功最好的男人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和妻子丁克30年，谭咏麟转头和粉丝生孩子，分给儿子10万家产，气得原配杨洁薇遁入空门。谭咏麟怎么都想不到，好不容易混成天王巨星，忽然就空降个张国荣，和自己势均力敌，平分秋色，一起被选为最受欢迎男歌手。两人之间的竞争持续了很久，媒体将他们描写成势同水火的对手，粉丝也互相看不顺眼，经常为了偶像互掐。可其实他们私下是好朋友，相互欣赏，一起进步，不管谁拿奖，另一个都会为他开心。张谭争霸的盛世持续了没几年，谭咏麟不堪其扰，主动宣布以后不会参加歌唱比赛，也不会再领奖。张国荣更狠，一年后直接退出歌坛。谭咏麟为事业忙得焦头烂额，无暇顾及家里。杨洁薇几次怀孕，为了照顾她的事业都放弃孩子，最终导致自己不能再当妈妈。杨洁薇很失落，谭咏麟心疼的保证两人以后当丁克夫妻，当彼此的唯一。1993年，杨洁薇父亲去世，谭咏麟以女婿身份出席，两人的关系才公之于众。这情节和刘德华朱丽倩完全一样，粉丝怒批谭咏麟隐婚骗粉，杨洁薇独自承担过错，说都是自己的主意，得此贤妻夫复何求。可感情这东西很难控制。1995年，谭咏麟在粉丝见面会上一眼看上19岁的朱永婷，两人一个大好年华，一个优质偶像，擦出爱情火花后不顾一切要在一起。一年后朱永婷生下谭咏麟的儿子，被发现私生子时，可怜的杨洁薇还傻傻以为谭咏麟和自己丁克，其实人家孩子都快打酱油了。为了弥补杨洁薇，谭咏麟答应把财政大权都给妻子管理，永远不会带朱永婷回家。可这样的家庭名存实亡，随着孩子长大，谭咏麟基本不回家，常年陪着朱永婷母子。等着抱孙子的谭咏麟父母也默认了朱永婷儿媳妇的身份。谭咏麟父亲去世后，朱永婷陪着办理后事，好像她才是女主人。虽然财政大权给了杨洁薇，但谭咏麟早就决定将几亿财产转移给儿子。种种打击之下，杨洁薇彻底对谭咏麟死心，也对任何事都不再留恋。离婚后她皈依佛门，常伴青灯。杨洁薇一走，朱永婷就立马被扶正，和谭咏麟约定要相伴一生。吴孟达拍《流浪地球》时，经常躲回房间偷哭，觉得自己一把年纪活得真累，每次拍完戏都要吸氧，养活三个老婆的重担也压在他身上。吴孟达早在和周星驰合作前就火了，当年《楚留香传奇》播出，创造了77%的收视率，吴孟达跟着火遍大街小巷，片约也跟着多了起来。遇到周星驰后，吴孟达迎来事业巅峰，他说服周星驰一起做买卖，两人赚了不少钱。后来公司突然破产，周星驰背负巨大债务，吴孟达挺身而出，揽下所有欠款，帮周星驰渡过难关。小时候受苦被人瞧不起的经历，让吴孟达一朝翻身后最先想到嘚瑟和享受，每天吃着山珍海味，住洋房，开豪车，追不同的漂亮姑娘，看谁不顺眼就用拳脚解决，还染上了赌博恶习。为了赌博，他不惜放下工作，找理由向 TVB 请假，最终输得倾家荡产，还欠了几百万外债。太容易赚了，那个时候完全膨胀，然后就天天一票人哄着你，天天是老大，喝酒吃饭赌钱。不仅如此，吴孟达在拍戏时不顾已婚身份和女演员发生关系，他情人正妻竟然能相安无事地过下去。吴孟达一共有三个妻子，1976年他娶了第一任妻子麦丽丽，婚后生下可爱的双胞胎女儿，努力维持了18年后婚姻宣告结束。接着卢少慈怀孕，侯珊燕紧随其后也嫁给吴孟达，吴孟达的三个孩子有三个妈，而吴孟达看似人生赢家，可背后早已苦不堪言。他一个人要养活三个家庭，自己还身患重病，拍《流浪地球》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，还要咬牙每天穿着10斤的防护服吊威亚，每场戏拍完都要赶紧去吸氧，算是玩了命的拍戏挣钱。剧组怕他出事，专门找了吸氧器，还配备医护人员全程盯着。即使这样，吴孟达还是觉得很辛苦，时常躲在房间偷偷掉眼泪。本该退休享福的年纪，他却要养活三个家庭。至于周星驰为啥不帮，是不是和吴孟达闹翻了，其实两人并没有交恶。周星驰拍功夫和美人鱼都请过吴孟达合作，因为档期问题吴孟达都错过了。如今达叔走了，留下5000万遗产分给三个家庭，我们也再也看不到他和周星驰同台。可